至少跟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是越离越远了。我自己有情怀，啊，这里讲的，然后为表演，在那底下在那里还没拿完，然后蹦。至少跟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是越离越远了。我自己有情怀，那演员能够通过表演，而是不是通过长一双翅膀然后蹦。行业内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说，哎，听说以后电影发展都不需要演员了。我觉得那样很无聊吧。大家现在还是跟人的性格是有关系，我觉得